国中游泳队有游泳，他臀部的曲线很漂亮，他整个身体是完美的，是这个在人太健美人类的身体来讲，女生来讲这样是完美完美的。哎呦，你看起来你穿这样悲惨在哪一点？叔，你好悲惨的，对呀，这衣服都你悲惨少，破掉了，你悲惨到华丽啊。没衣服穿，那就不要穿。不要再讲了。运主，请问您三围是？这是重点吗？是啊。三百两是重义，依照你的身材跟你讲，我们这边算命不看八字，什么都只看三围，三围相命。哦，没问题，32C、23、34。你身高是170公分。哇，你是个很爱户外运动，衣服标准，蛮喜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玩水上运动比较多。水上运动这种肤色好啊，以这种体相来看有没有？哎，体相也有啊，体中之凤哎，真的，因为你看，高吃矮，大吃小，宽吃窄，女中豪杰怎么会命苦呢？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发生比较多事，啊，现在是好非常多了。对，那我们来听听看您这个最悲惨的故事。就是讲到悲惨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小时候有经历过水灾、火灾，然后常常在火灾呀，讲对，不是水灾，其实我们就那莉台风，不是水灾，我们多少都有经历过。对，火灾这个就严重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家人搬到从自己的家。搬到顶楼，自己同一栋的顶楼的顶楼加盖这样子，我跟我妈睡，我跟哥哥自己一间，再来是厨房。哦。然后刚好那天我哥哥没有跟我们一起睡，跟我们一起睡。嗯。然后我哥哥那间失火，所以是三间房间，刚好我们都没有受伤，但是家里有些东西就是损失了这样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何尝上天不是在保佑你们？对，万一哥哥那天没跟你们一起睡，他平常不跟我们睡的，所以就是那天真的是，因为我妈也很心很痛。如果真的他那天在睡梦中，真的很，我哥哥可能现在也不在。所以你看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大家都一起睡，一起睡，比较安全。OK。那你们当时那房烧掉去哪住呢？刚好有妈妈的朋友，就是可以让我们借住一下，好啊。但是借住事情又来了，是吗？寄人篱下而来哦。对，还有啊，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刚刚在后面还想说，我到底怎么敢讲？但是其实我现在我觉得长大了，是没有关系，可以勇敢面对。释怀怎么了？就是小时候有被偷拍过，在厕所的时候啊。对，几岁啊？你几岁的时候？国中，那个时候已经对身体有点知觉了，所以其实。没有，就是身体有点知觉，不是生长发育，一岁啊，国中了，不是，不是那个知觉啊，对了，就是你开始会在意，我有胸部，然后或者是青春期了啦，对对对，已经发育了，也不能够随便光溜溜的，对，从小女孩变成女孩了，对，已经变女孩了，登短了，哇，他你怎么发现他头？对啊，洗完澡或者是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不小心转头拿了那个朋友的毛巾擦了手。一转头就看到他冲进来，把毛巾洗一洗，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后来我就开始拿一些别的东西试试看，拿牙刷啊，刷刷看别的地方啊，或者是拿一些别的东西去擦擦看别的地方，他就会冲进来洗。哦，对，我就发现他有洁癖，就是这样。不是，他掩盖他的罪行。或者是他都拍到，他都知道你这。他当下就在看了嘛，所以他当下就在看这些动作。你拿我的牙刷去刷马桶，我赶快去洗我的牙刷。对啊，这是看到了，这是真的，对对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有跟家里人讲，或者跟亲戚朋友讲。有，我其实是直接爬上去把那个针孔拆下来，就拿剪刀把它拆下来去找我妈。但是我妈因为在工作嘛，所以她就是她也是当下安慰我说：“好，我们报警。”然后不要跟他怎么样有往来，可是因为我们还是寄人篱下，对，所以没有办法。还走不掉。那个厕所你妈也用啊？只有一间，全家人都大家都在用啊，都被拍了嘛，应该是吧？全家人都被拍。那哥哥知道的心情，哥哥也被拍。我哥哥是说没办法了。那我当下我其实心里是过不去的，当然，因为毕竟他男生被拍无所谓嘛。对，还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没看你哥哥。男生被搞不好看你哥哥，搞不好你误会了。这个事件过去之后，你们还住在那边多久？应该持续好几年吧。哇塞！那中间你捡了几台机器？没有，一台而已。一台。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身不由己。对，这个是很惨。
这不是翻脸，是翻白眼。对，体质比一般人虚弱，可是你不是很黝黑、很健康的，不是在运动什么的吗？那小时候，妈妈当然不是说我不能说她没有照顾我，她就是忙，比较没有空陪伴。嗯，所以我其实小时候不太懂什么叫正常吃三餐这件事情，所以妈妈就给钱哦，100块自己去买。那为了省钱，就是都想要少吃一点，把钱省下来，看以后有什么真的想吃什么再去买嘛。就是常常吃吐司啊，对，就宁可把钱省下来花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。对，就舍不得花，因为真的不多嘛。我以前也是像你这样，就是说我就把钱省下来，然后吃同学的便当。哎，我真的国中是这样。对啊，看到你这个脸，谁不给你吃啊？我不是生下来这种脸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我小时候也是白白胖胖、可爱的，然后每次我现在也是啊。我就拿一个汤匙，然后就哎，你这个很好吃哎，多吃一口嘛。哎，我国中真的是这样，我也是啊。我国中因为我常看到同学是便当都剩下来，哎呀浪费。我最羡慕的就是家人送便当，或者是蒸便当，我超羡慕。所以我看到他们不吃。我有一天就拿真的是买一碗白饭去夹菜，然后我真的有发现同学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就觉得你要来吃我东西，我就算丢掉我也不要给你吃啊。那个脸色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，哎，那没有同学你们就，所以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。我小的时候品学兼优，我吃你便当，可是考试的时候我就帮你作弊。你不要脸的东西，我出卖我的灵魂，出卖我的老师，对不对？有来有往，对吧？嗯，不，当然后来专教一些，就是当然小时候一些悲惨的回忆跟记忆，超偏差的。你后来是靠着你的游泳来把它抒发。哎呦，游泳！对，我在18岁的时候就考了救生员，后来我就开启了所有水上运动的兴趣，这样子，就是玩很多有关水上。哎呦，在哪边救生呢？哎呦，请问。怎么样游泳可以游在水面上？轻功，你好像水上芭蕾，下面有人，有没有？鸭子划水吧，脚是这样，用爪子，用爪子这样。这件泳衣太棒了，身材好漂亮。对，你是谢谢，很有健美，谢谢。这么长啊？我游泳出来的，因为国中游泳队有游泳。他臀部的曲线很漂亮，他整个身体是完美的。是这个在人太健美，人类的身体来讲，女生来讲这样是完美，完美了。其实美人鱼，美人鱼下一张。哇，这个是 SUP 哦，对对对，它是类似独木舟，对对对，但是它不是，这个不是。对，各位想参加这个节目，这个运动的话哦，周子街70号，还在卖吗？有去，还在卖。哦，下一张，哎呦，这个这个是那个龙洞，哇，龙洞漂亮，龙洞。其实运动可以抒发很多事情，对，而且会让自己健康，人一健康心情就好。对，哦，就是像很多年轻人，你们觉得啊没有啊还好吧？我跟你讲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健康真的是最很重要。对，当你瘦的时候，超重要的，你就知道瘦有多棒。再来，是以他的姓名跟面相来讲。请问您要怎么样帮助他？他的姓名我刚刚仔细看过了，其实缺点是不多。面相学来看的话，哈，我觉得他的两颊这边有没有哈，蛮饱满的。饱满啊，饱满，责任心很重哦。你消瘦是这里？对啊，我脸超级瘦。颧骨是有，颧骨是有的。哦，责任心有责任心吗？责任心很重的。我从小没被人家讲过有责任心。求好心切，很多是比赛啦或什么都希望能够赢别人。哦，明白。就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你会想把它做好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说这个事我不想做，我想把它做好。是是是，所以你不要注意吃胖一点，财运会更好。吃胖一点啊？对对对，好，你看，吃胖。考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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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钱，我把考虑就跟你，啊，你结婚了是不是？对对。我跟你讲，结婚了。一胖还有一胖胖，可以到我的小房间来，我们做经验的传承。吃胖的经验，吃胖的经验。OK， 来请。谢谢，谢谢。